昨天是情人节，我和谈了2年的男朋友已经彻底分开了。他决定在杭州发展，我决定在广州发展。这个是他在杭州租的新家，这个房子是4600块，这是他朋友的房间。然后这里是客厅，这个是他的房间，我和我朋友刚刚帮他把床铺了铺。我们现在要去楼上，因为他留在杭州之后，他跟他朋友住在一起，他朋友住在楼上。今天晚上跟我们所有的朋友在一起吃一个团圆饭，就拜拜啦。你们已经开始做饭啦？对呀、我确定没错。陈哥下厨，酸辣白菜，红烧白菜。哦，红烧白菜。等会儿还有个朋友要来，我得再点点外卖。我给你们点点炸串吧。就是。点点吧。就是。你不是做饭吗？你怎么变成了你在这儿了？被抢了。大成哥做饭很好吃。买水果吗？不是，我点了点串儿，烤串儿。咱俩下去给他们买水果。你不炒咋吃？你不吃咋炒？你要炒啥？蘑菇。你做一个吧。啊？我看想吃你做的菜。你不吃，你不吃品尝。哦对。我不吃菇，我忘记了。就是毒菇的。这是我炒的，尝尝。好。虽然不好看，但是一定很好吃。那我做你。合适不合适？没事，早上你明天就走了，我们喝一杯吧。好，干杯。坐那坐坐，带我一个呀，带我一个吧。好，来，干杯。你这手里拿的是啥呀，熊哥？你要不要？你真的要走吗？我们越来越好。拜拜。越来越好的时候再见。好的，拜拜。路上注意安全。怎么说呢？故事总会有。